你好，跟我听故事，学中文，听故事，学中文，听故事，学中文。有一个男孩。一个男孩，他叫杰克。杰克，他叫男孩叫杰克。杰克13岁，13。杰克13岁，杰克。喜欢吃汉堡。杰克喜欢吃汉堡。很喜欢。杰克喜欢吃汉堡。杰克也喜欢吃比萨饼。比萨饼，杰克也喜欢吃比萨饼。杰克喜欢吃汉堡，杰克也喜欢吃比萨饼。杰克不喜欢吃塔克。塔克，杰克不喜欢吃塔克。杰克不喜欢吃塔克。杰克也。不喜欢吃炸鸡，炸鸡。炸鸡。杰克不喜欢吃塔克，杰克也不喜欢吃。炸鸡，杰克想，一天，杰克想，杰克想去麦当劳，杰克想去麦当劳。杰克想去麦当劳吃汉堡，因为杰克喜欢吃汉堡，他想去麦当劳吃汉堡。可是，杰克没有。钱，杰克没有钱，没有钱就没有汉堡，杰克，所以杰克。很伤心，杰克很伤心，因为他没有钱
没有钱不能吃汉堡。杰克哭了。杰克哭了，因为他没有钱，他不能去麦当劳吃汉堡。我喜欢吃汉堡、披萨饼、塔克、炸鸡，我都喜欢。你呢？你喜欢吃什么？再见。